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换当从视频下来打开我们的 BGM。上一期有好多小伙伴说换当不擦桌子呀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这桌子怎么擦都是这样了，就是上面的一层漆掉了，不是我不擦桌子啊，现在就是声明一下。然后这次吧，我们来做一个普通的开箱吧。我的手术刀呢？找到了。锈啊，都放在我经常不用啊，就放在这儿呲了水。我记得我买了个电子秤，小秤。错、啊、没了，就这些。先来看一下，没手套啊，100克的砝码，容量是1升的盆子。然后再就是30毫升的量小量杯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角了，打开看一下。打开看一下吧，挺严实的包装的。2层啊，我记得这是非常精确的一个称黄金的一个小电子秤。它没放电池呢，在哪放电池？把电池放上吧。开关。好的，我们来普通的换一下这个。有误差呀，0.04克，这误差好像有点大呀。等会儿，还不会用了，有误差，有误差。不干净吗？不像呀。怎么还有负的？好的，100.05，这是误差吗？太大了吧！
让我们来称量一下爬宠的质量吧。体重又不下来了，称不出质量来吗？我的发可怎么误着呀？